我来，啊，希望我到澳洲帮助澳洲啊，团结宗教，团结族群，啊，我想应该是他知道，往年我在新加坡，啊，把新加坡的宗教团结起来，做得很成功，啊，这个信息部长晓得，啊，所以部长欢迎我来。那怎么做法呢？到这个地方来，人地生疏，啊，也没有人认识我，也没有人支持我，所以温馨晚宴就起了作用。啊，这十三年的时候，让大家对我们有认识，对我们了解，特别是宗教，啊，我们尤其是难得，我把新加坡的汉尼夫先生请来。帮助我们团结宗教，啊！我离开新加坡之后，新加坡的宗教团结工作就是他在做，啊，他很有经验，有丰富的经验，啊，他的老师是我的好朋友，啊，所以他老师推荐给我，啊，所以现在看只是机缘成熟了。这不是一个理想啊，是可以能做到的啊。所以市长非常热心啊。去年我们在联合国有一个活动啊，卫塞节，就是复旦节，是斯里兰卡主办的啊。兰卡的总统跟我很熟啊，他邀请我参加了。我就把我们图文巴的这个宗教团结的这个成就啊，邀请这边宗教领袖啊参加联合国的这个活动